鞠躬，谢谢大家今天晚上的莅临。一二三四五，五拍再起来，好，好，拍手，观众都不会拍手。然后能不能帮我们拍个大的照一下？就，我照拿起来。今天大家要做神秘女郎，所以全部都戴口罩。那等一下吃饭的时候，所编写的，各位听听看，担任演奏的是严信宇、庄雅婷。
教室的同学为我们带来这么好听典雅的曲子。的学员为我们带来这么好听的曲子《声声慢二重奏》。好，我们下午，你们知道要做什么吗？不知道。好，哎，因为他们现在要调音啊，因为我们古筝哦，真的是非常的麻烦的乐器啊，那个。他们刚刚弹的是，有一个第三首《在水中央》是低调，完全的低调的乐曲。它的音阶的排列是哆来咪嗦啦，哆来咪嗦啦，哆来咪嗦啦。好，然后我们刚刚他们的年轮跟声声慢是哆来哆来咪嗦啦，哆来咪嗦啦，哆来那个。有一个音是变成发，变成哆来发嗦啦，好，所以各位如果学真的朋友应该是非常的清楚。那
我想请问一下我们台下，今天哈、虽然是还是在疫情很严重的时候，但是我们的观众还是非常的热情，好多好多的观众。我请问一下，台下的观众有学古筝的举手，有学筝的，好几位同学啊、还有是我们台上演出人员团员的。亲友团举手，太好了啊！我们每次看到我们的演出啊，都会有这么多喜欢古筝的朋友到现场来。我们希望你们从一位爱筝者变成一位弹筝者，接下来再变成一位演奏者，这是一个阶段性的进步啊！所以说，期待各位能够成为我们古筝家族的一员。好，第三首乐曲为我们带来的是《在水中央》。这首曲子你一听就知道是早期香港非常熟的乐曲，是由林子祥先生他所作的曲子。担任领奏的是蒋成祥、杨邱以璇。好可爱的小朋友，我们的小朋友好可爱哈！几年级先告诉我？二年级，拍拍手。
的可爱的小朋友，还有团员，我们全是这首好听的《在水中央》。哇，鲜花哎！哎，好，啊，还请队长，欢迎请队长。好，再接着要谈到下个节目之前，希望进农村非常的富足欢乐的一个情景。那请啊，我们团员欣赏，哎，团员出场来。好，担任领奏人是庄国年老师，亲自担任领奏。钟云杰，哪一位是钟云杰？哦，举手哦，好。
谢谢钟国林老师带领松山营运职业中心的团员共同演出这首十足又成真的乐曲。啊，我看看哈，这几位都是非常资深的同学，好，所以看他们的服装，你们就可以看得出来啊。好，接下来第五首要比较抒情的乐曲啊，各位你们看看哈，我们的古筝啊，今天啊台上有二十几部筝，你们知道要运送这些古筝，真的是。哎，工程浩大，要开货车才能够运到这边来啊。那现在上来两台是领奏的筝，好，这首大海是由庄国宁老师他把它编写成的，现在啊，就欢迎我们的团员为我们诠释这首大海。掌声拍出拍出来他们就出来了。哎，我们的观众席哈，哎，我因为我们民生中心的设备哈，它没有像音乐厅一样可以亮灯30%或是50%的灯，所以各位你们看不到节目单哈，舞台是亮的，所以我看得到哈。好，出来了。担任领奏的是徐于倩、洪丽珠。
谢谢我们松山教室的帅哥美女，我们演出这首《大海》。这首曲子是，张雨生已故的歌手张雨生，你们听起来是不是有点哀伤的感觉？哦，他是为了纪念他的妹妹，哦，纪念他已经往生的妹妹而唱的，所以听起来有悲伤的感觉，并不是一首情歌啊，哦。来，接下来我们要安排一首快乐的曲子，重奏，欢迎团员出场。是陈盈飞、张纯轩，哎，他们两位是母女，拍拍手，很棒哈！妈妈带着女儿一起弹古筝。左右手一起连弹，欢迎我们的团员出场。哎，等会儿他们木降下来的时候，再跟你们说一个故事。好，好，现在欢迎他们出场。
观众拍了三次的手，太感动了，所以这首他们一定会更卖力的演出。担任领奏的是钟云杰、王允慧。又要调音的，又把音也在里面哈，为我们带来的是四月望雨二重奏，担任领奏的是洪丽珠。来，志格义在哪里？哦，还有曾义勤，你们可以点头一下就可以。好，欢迎团员四月望雨。
祁运正乐团，这些都是团员为我们带来的四月望雨。那我们上半场的节目就到这边结束，十分钟后在原位我们进行下半场的节目，欢迎各位继续留下来欣赏，谢谢谢谢。艰难二重奏。担任领奏的是张嘉玲，曲竹琴。
带来了这首《云之南》的重奏。这首《云之南》呢，我们在2018年的时候，我们的云林真乐团也演出过这首《云之南》，它是非常好听的一首乐曲，是带来非常抒情的歌曲。感恩的心，相信这首曲子大家都耳熟能详。我们欢迎东湖教室的同学为我们演出，来，请进场。就是洪淑珍、曾家凤老师，
好，谢谢钟老师带领东湖教室的同学为我们带来这首《感恩的心》，感恩各位在这个夜晚来听请韵这乐团的古筝演奏，来请退场。也是非常耳熟能详的，流行很久很久的一个歌唱的曲子哈。然后也是由钟国莲老师把它编成了我们的古筝的独奏曲，欢迎我们的团员出场。担任领奏是钟国莲老师、谢素香。
为各位带来的是《女人花》这首曲子，相信大家也都听过哦，而且旋律非常的优美，也是由平韵筝乐中心周国林老师把它编写成为古筝的独奏曲。欢迎同学出场。是陈佳慧、叶美芝。
两位资深的领奏，还有团员为我们带来的这首《女人花》，谢谢。花的同学，你可以快一点哦，免得你那个要献花的同学进去了。知否，知否，这首曲子也是电视中国的电视剧的一首主题曲，你没有听过？你没有看过这首剧吗？这部剧有哈，好，它里面有很多的什么大娘子、二娘子，好多好多，我都看不懂。结果我的学生每次都跟我说，也是我带我学生出去。就是去两厅院拿东西，他就一直跟我说大娘子、二娘子什么，讲得我头好晕。好，但是音乐是非常好听的。来，现在就让我们东吴教室的团员来为我们诠释这首《知否》。知否，团员请出场。是李新云、钟家凤老师，认真的团员，知否，知否，花望露水。
你们有听过吗？有没有听过？没有。对，小朋友一定没有听过，老师也没听过，因为庄老师叫我帮他校对的时候，我只记得《通话万物》有，周成龙写的四重奏，但是我就想奇怪，打字怎么会打春花万露水？我跟他说你多了一个字，那表示我老了。因为这首是张秀清的台语歌手张秀清他所唱出来的歌曲《春花万露水》，我没听过哦，因为我比较少接触这个比较新的一个音乐。好，来，我们欢迎我们的团员和我们诠释这首《春花万露水》，请出场。但愿你做的事，富必诛，庄月曙。
我们谢谢中山教室资深的团员带领团员为各位演出这首这么好听的《春花望露水》，我今天是第一次听到，真是孤陋寡闻哈。所以我觉得音乐呢，可以用各种层面来感动人心。我常常跟学生说，你们音乐要弹的能够感动自己，才可以感动别人。好，所以他的场务叫我说，叫我要多说几句话，因为他们有同学下一首曲目也要演出，等一下要从那边跑过来哈。那我刚刚我们看一下，我帮你们练一下这个节目单里面写的，就是刚刚那一首《春花望露水》，我真的觉得是虽然是一首流，其实依旧是由我们秦韵真乐团为我们演出。担任领奏的是庄国年老师，庄乐署在哪里？哎，我以为你们会好。
位老师，谢谢资深的团员为我们带来这首《采蘑菇的小姑娘》。接下来是今天最重要的，对观众来说是最重要的一件事。又哎，有一台古筝来可以给观众摸彩。现在当然是情欲筝筝乐中心是独一无二的。我们云林筝乐团很小气，都没有送古筝，而且还要卖票，而且没有买票进不来。可是我今天答应你们哈，如果你们现场那天来的话。哎，我会交代工作人员，我会带我的名字，带我的名字，你们就可以免费进来。好，来，他们现在要准备要送古筝给各位了。好，那各位，我希望今天晚上没有来，谢谢团长。好，我已经把它破坏完毕了。好，来。我要要。好，这一部漂亮古筝，等一下不晓得花落谁家。来，我们请体育筝乐中心钟嘉凤老师为我们抽出今天的唯一的得奖者。来，钟老师请。不可以放下去哦。好，来，我现在看不到观众，我要站前面一点。你们一定很紧张哈。里面的号码有234，234，234这号码哦。如果你5、6、7、8、9的就可以回家了。来，我公布答案哦。最后两个字是43。哦，有人在啊哈、哦，来公布00243433，有没有？没有，再唱一次00243433，出生有没有？没有，再一次哦。唱三次没有的话就要换人。00243433，有没有？哦，来出来，幸运的得主。我访问他一下哈、哦，这个一定要来弹古筝哈、哦，不可以把古筝拿去卖掉。好。来一下，来，请问一下，来过来，来我这边，00243433，来同学，请问一下，你有没有学古筝？没学。OK， 好，那请向钟老师或钟老师报名。好，那我们恭喜啊！哦，好，那今天我们的音乐会就到这边结束，我们恭喜。来，恭喜你过去那边，对，好，那我们今天音乐会就到这边结束，请所有的团员跟观众一鞠躬，谢谢各位今天的莅临，好，也谢谢钟老师跟张雅婷老师在为我们指导一场这么优质的音乐会，谢谢。